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这是我们前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一张照片。呃，一个越南人到台湾去看神韵演出，结果在现场他看到的，他自己看到的满天的神佛道，然后他自己拍照，拍了一张照片，结果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呃，引起了很大。 朋友们，已经很大讨论跟说法，说你你你你亲眼看见神佛道，你你怎么可能呢？是是，各种说法都有。呃，我们跟大家解释，他看到不代表别人可以看到，啊，嗯，所有人，全世界七十亿人都不信神，不代表神并不存在。所以这是两个概念。那今天人们去站在自己的角度，一切都以我为中心，就是我看到了，我认为对的才是对的。 呃，有很多朋友们讨论是在这个基点上，那他能看到不代表别人看到，他能看到也不代表别人认为我没看到就不存在，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会做梦的，但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把梦境的真实一面向你向向其他任何人去分享。 包括你自己的父母、你自己的妻儿老小，对吧？而在梦境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看见自己，没有所有做梦的人看不见自己，都可以看见别人，但是你却没有任何一只眼睛，你自己的眼睛在梦境中是不存在的。如果你眼睛能够存在的话，在梦境中你能够照镜子看见自己的话。 你就能看看见自己的身体，没有你的眼睛，没有你的身体，什么东西看到了？在梦境中是你，什么东西在梦境中是你？这是一个所有人正常生命的过程。今天的科学愚蠢到这一步，所以看见了，他不是用眼睛看见的，他是用自己的生命看见的。那里头一圈一圈的这样的。 呃，可以看到每个生命不同，一圈一圈的这样的东西。哦，我个人修炼二十多年了，刚我刚刚入门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个人就有过这样的感受，完全有过这样的感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不是我个人，那是师傅的本事，这是我们修炼这一门的本事，可不是我个人有多大本事，不是这意思。 呃，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这个这个不是回事儿的，你别介意啊，不是回事儿的，这是很很自然的状态，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在今天人们乱象丛生到这一步上，就跟我们当时说涛哥砍封神真的是一样的，在人间乱吧，什么都有。呃，在推特上，呃，马斯克就昨前天推了一句话。 他说：“我就是个外星人，我真的是外星人，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是个外星人。”然后他非常苦恼，他说：“这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儿，很麻烦、很苦恼的事。所有的人都愿意看他的钱财，崇拜他的能力，崇拜他的本事，崇拜他的思考方式，崇拜他为什么可以挣这么多钱。”结果今天在推特上。 他自己睡觉的地方，他自己在 Twitter 这个呃办公室睡觉的地方，一个垫子。你外头，你上这个 a k i a 去花九十块钱买那么一个垫子，然后你花二十块钱买一个枕头套，枕头上头盖了个白单子，他就在那地方睡觉。<laughs> 他自己有家，他不回家。他他说我除了睡这儿，有时候。 到朋友家那个沙发上睡觉，外星人可以这么住，因为他不在钱财中，他不在利益中，他只想回家，回他，甭管是火星、金星，他想回他那儿。所有的生命都想回家。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每一个神佛道生命自己的家。那就像我们在梦境中所梦到的一切。 所以今天，这就是相生相克道理了。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一个外星人，自称为外星人，人不相信他是外星人的一个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他可以造火车，他可以造火箭，啊、呃，他可以玩 Twitter，他可以造汽车，他可以做 People，他可以做这个呃，ChatGPT 是他一开始干起来的。 他想干嘛就干嘛，他唯一的东西，他不是为了赚钱。唯一的东西，他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了他自己生命的延续。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却看上他的钱，这就是今天人的迷途啊！今天人们的迷途，而这种迷途的本身，造成了今天在科技。 科学作为宗教的框架下，给人们带来自然的灾难。所以在，在在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着在神佛道的概念当中，那可能天上无数的神佛道，甚至包括你我他，我们自己灵性的一面，它的跟我们生命接接触有多近，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是我们生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出现了。 只不过我们太多的朋友对这些东西不相信而已。人们相信的是利益。呃，跟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说这故事了，对比的故事，人现实环境中的故事，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真正，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的这样的神佛道的故事，就这么上下对应的。现在这张照片，这是来自于布隆伯格报道的，大概在。 呃，上个上个星期五报道，那他讲中中共国连续五个月，中共国在连续五个月大规模的在全球范围内在收缴黄金，在购买黄金，连续五个月，我们现在是四月份，那意味着什么？意思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完全起始王朝推翻中共政权之后，他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在收缴黄金，出卖美国国债，出卖美元，收黄金。我们早跟大家解释过，习近平出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大战略的手笔。呃，在过去的时间里，这一个月，从三月十号。 到今天的四月十一号，在推特上没有任何人再去骂他是傻瓜了。我们节目中早就跟大家解释过，谁骂他是傻瓜的，谁骂他是小学生的，你就是奔到奶奶家了。他他不他不他，无论他是否傻瓜，但他在被某种力量在控制着，无论他如何选择。 说句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展现出来的故事，可能对大多数读书的人，包括今天无论是民运的、反对他的、想杀掉他的、喜欢他的，无论任何人，他展现出来的故事跟别人不一样，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在为什么大规模收缴黄金，他效仿了俄罗斯的普京，黄金。 呃，卢布天然气，这是当时俄罗斯在西方社会打击他的时候，他自己得以 survive，就是他自己得以生存下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当他把黄金给收缴之后，这作为基础之后，就自然的遏制住美元作为基础、人间货币任何一种货币作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这是一个很很很。很 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但是这是魔鬼统治的世界，特别是包括中共国，也就是说，魔鬼某某种力量在想控制人的时候，它回归到黄金白银的基点上。当回归到黄金白银的基点上，那黄金白银是被人们崇崇拜、历史性崇拜的这种财富的标志、货币的标志，而它具有神性。 也就是说，神性的黄金白银却被人间社会中魔鬼统治的力量这样的人在掌控着。呃，其实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这个圈儿画圆了，这个圈儿画圆了。呃，神魔鬼就是魔道的一切跟神道的一切在碰面，在人间以财富的方式却碰面了。 而在而对于大多数今天所谓崇拜科学的西方的社会当中呢，却转向到数字货币，骤然转向到数字货币。我跟大家，我们我们分享一下，大概在三个月前，在银行跟股市出现波动的时候，你当时看看比特币降到多少钱？比特币最低下跌到。 一呃一万四千多块钱，那是从六万六千美元跌到一万四千美元，对吧？全球主要的一些比特币公司都竞相出现倒闭，没错喽。而当时我们跟大家解释的故事就是，见了鬼了，那个股票就在那儿横着。 整个金融市场没有就不会受到比特币的冲击而出现大跌盘，然后所有人都在说比特币是垃圾，比特币是垃圾，所有的人以中央银行为代表。但我现在拍节目的时候，四月十一号，在一个月之后，今天的比特币三万美元，三万美元一个。 他只用了十天到十五天，翻翻了。谁在买比特币？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日本中央银行、这个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我想问朋友，谁是背后的黑手？谁是背后的黑手？早跟大家解释过，把自己的生活弄好喽，别认为你是聪明的。 谁认为聪明的，谁是傻瓜。那魔鬼统治的势力是这种世界，我我个人把它称为叫习近平在把共产党在控制着共产党的背景之下，狙击了全世界独裁者，囤积黄金，攻击美元。囤积黄金攻击美元是利用了过去两年里面，拜登政府。 为了全球主义实现全球主义，在中共病毒的攻击下，毫无限制的印制美钞，摧毁美国。而大多数人在家里面待着就可以拿钱，认为这是太好的生活，太美妙的政府。人的贪婪，人的懒惰，就促使了魔鬼统治的世界，在摧毁着每一个人的尊严。 在西方左派的民主社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背景之下，在中共体制之下魔鬼统治世界当中收缴黄金攻击美元，摧毁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的经济。马克龙刚刚去了，呃中国大陆，跟习近平密谈六个小时，立刻马克龙就差宣誓自己是中共党员了。 抛弃美国，欧洲独立成为第三个势力。第一个势力是美国，第二个势力是中共国，第三个势力是欧洲。要以我法国为中心，在抛弃美元的背景之下，与中共国全面展开合作。这就是马克龙刚刚干的事情，没出二十四小时，而法国的银行。 法国国内在进行大法国大革命的二点零，法国的银行以数字化的方式追随着中共国，而数字中央银行是习近平最先搞的。你用的微信支付，你现人民币你还看得着吗？对吧？买根葱你都是扫码的。为什么马云无处可逃？所有的钱财。 他马云自己的数字支付，成为了今天中共中央呃央行的主要的工具之一。他马云上外头买个洗买个买个这个这个洗手间用的纸，都能够给他计数下来。你想逃税，你想逃账，在今天的美国正在讨论，任何人想花你你好你想用现金，很多中国人用藏现金嘛。 我知道有个朋友存了十几万、二十万现金。他说：“涛哥，这怎么花呀？”我说：“我不知道，买手指吧你。”要不知道，人们的贪婪，人们的那种奸小，给自己完全给拴死了。一旦一个国家实施货币数字化，美国将要推行效仿澳大利亚，你用现金超过一千块钱，用现金购买任何东西。 将遭到罚款或蹲监入狱。欧洲央行将在今年十月份到十一月份讨论等同的法律，而今天的美国现在就在讨论该条法律。现金消失，现金消失，人们货币数字化，那是巴比伦巴比伦斜塔，那是把科学当宗教崇拜之后。 人们将成为永久的奴隶，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控制中央银行的，控制今天人类社会的，不超过一百个人。七十亿人减去这一百个人都是奴隶。跟我们看到的社交媒体所展现的故事，当同样像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好莱坞的电影。 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疫情过程中，包括美国大选过程中，极少数人控制媒体之后，给人们洗脑之后带来的状况，是非常完完全全一样。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故事。所以，习近平展示的方式对，对台湾的压力，他永远不会打台湾的。但如果按照他的设想，他储备黄金，在全球范围内。 去摧毁美元基础的话，美国人会把台湾送给习近平的。美国人会把台湾送给习近平的。台湾毫无抗争之力。呃，这个场面，所以这是如果说说双方开兵见仗的话，嗯，习近平挺不得了的。说句心里话，挺不得了的。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解释过，只要他伴随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在仅剩下的时间段里面，如果他还把握着中共，就是无论他自己是否在中共之上，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那当真正的神佛，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一面，真正的神佛认为时间到，时间到了，对不对？ 该死的死了，该生的生了，该灭的灭了，瞬间一出现。没有人知道地球上还存在个习近平，我以为了，没有人会知道，因为永生不再存在，一切都没了。那包括今天的，呃，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西方社会的故事，西方数字化的这个货币就是魔性。 就是挑战神佛，那是无神论的科技的结果，而共产党、中共却掌握黄金，那是首尾相扣到头了。啊，首尾相扣到头了，这是一种就像《封神演义》一样里面讲的故事。其实中国的古书很多讲是这个，那些假佛假道出来的书，这个这个琴棋书画展现的一切，其实是诱惑人。 把人毁掉，他是吃人的，呃，你不不能在生命角度上去看待今天的故事，你就会发觉，嗯，人们就会感觉乱成一锅粥，就是好人会觉得乱成一锅粥，坏人会纵欲无尽，呃，这就是大概这个框架就是这样，所以习近平不会打，不会打台湾，美国人。 届时，如果美元世界被摧毁，美国人届时会把台湾送送给中共国的。呃，这只是一个趋势，这是我个人看到的故事，就是习近平自己认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中华大地，或者说中国大地，或者说习氏王朝。呃，他没有台湾就成立不了习氏王朝，所以这是他展现出来的故事。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布隆伯格。 他讲的是，在过去的五个月里面，中共连续收缴、连续收缴这个黄金。在全世界生产黄金的国家，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俄罗斯，第三个澳大利亚，第四个加拿大，第五个美国。下面包括秘鲁、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南非，黄金五国就包括了中共国、俄罗斯、南非。 印度，那在就是我们看到，进巴西还有我们看到的故事是，他们要连成一体。而另外呢，就以中东的石油，中以沙特为中心的中东石油，包括呃欧派克，C, 在竞相抛弃美元结算，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接受人民币，但是呢，他去抛弃美元。 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印印度尼西亚，在它的地方的这个贸易生贸易交往过程中，在抛弃美元。当然，它从美国进口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那这篇报道，这是一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经济学家啊、呃，他最近在推特上非常火爆，他在讲述着中央银行全球民主社会的。 中央银行在如何数字货币化？他同样在讨论的中共国在真正的要杀掉美元，所以这期节目在昨天上午他的节目就是说，他认为人民币会摧毁美元的。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啊，我们他是从技术角度，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习近平一连串动作之后，现在沉默了。 呃，他虎头蛇尾是他一贯的。第一个，第二个，虎头蛇尾的做法的一切是摧毁中共国，人民币是中共国的货币，在他的攻击的过程中，中共国将完结。所以这是习近平个人自己在他摆放的过程中，我以为是是故事最终终结的故事是在这里面。但是做技术的人。 无论从任何角度，他会认为中共国很强大。这是福克斯的新闻，在昨天晚上讨论有关全球的呃发达国家，几乎就是 G 七或者是全球二十国峰会的二十国，几乎都在把数呃这个货币数字化。 数字货币化就是数货币中央化，就是中央银行，跟我们看到的党中央是一样的。中共的党中央是用政治，西方的社会是用钱财的。当一旦一旦货币完全中央化的话，所有人花的任何一分钱，你将失去你自己的所有自由，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的一切是以金钱作为基础的。 而金钱被人家控制住了，对吧？你家里存了二十万，你不敢动了，已经没用了，完全废掉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就知道人们就会成为奴隶。那这篇内容，它同样讨论了中央银行跟呃中央银行和数字的货币化啊，数字货币化。 呃，或者呃，同时对比黄金作为标准，人们历史上传递的本身的标准过程，而黄金作为标准，却成为了今天中共国为引导的攻击今天发达国家的集中手段手段。玩钱，呃，什么叫玩钱呢？玩钱就是把钱、把货币作为商品来进行这样的做法。所以这篇文章是，同样是同一个人。 在讨论的数字货币中央，就是中央银行化的做法，将对人类整个带来了巨大灾难。呃，人们将失去一切。那这篇内容，呃，这篇内容是昨天晚上佛州州长德桑迪斯公开声明，佛罗里达州拒绝美国的联储局把货币中央化和数货币数字化。 美国的这种联邦制度促成了各州有它非常独立的呃自主权，包括货币的自主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州政府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今天拜登政府本身要把整个以数字货币化的方式摧毁美国本身的自由和美国本身的立国之本的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框架。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